注意节奏和气氛，每次上台都错。什么事儿这么神秘？负责。大家先静静啊，说几件比较重要的事。第一呢，我们乐队接到了香蕉音乐节的邀请，周末在体育馆演出，大家到时候捧个人场。这可是国内地下乐队的顶级赛事。香蕉音乐节是现在国内音乐圈里面挺抢眼的，天野，恭喜你们了。你们是不是要红了？下一站得上电视了吧？红，签名你可都来不及，吃了可是要排队的。到时候电视应该会转播，我一直都挺想去的，没想到机会来得这么快。我可听说了，乐队里呢，主唱是最受姑娘们欢迎的了，小心喽。我觉得跟他比起来啊，我更受欢迎。哎，你们这些搞音乐的人动机也太不纯了吧！像我这种一心只扎在音乐上的人，就懒得理会那些乱七八糟的人。美美丽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好啊。为了你们香蕉音乐节，演出成功，祝我们演出成功。对了，你刚才说的第二件事是什么？就是我要去美国了。伯克利啊，是我考研的学校。看来是我恭喜的早了。伯克利这样的学校，每年过申请的人应该不算多。不知道有没有第三件好事啊？嗯，我没考上，天野一个人去的。灿灿，天野在外面一定会乖乖的，对吧？徐美丽，我不在的时候都帮我照顾他。要说吗？这次温蒂也要回美国，所以我想在音乐节之后解散乐队。那个顶级赛事还参加吗？当然参加了，说不定这是上天给我们一个一战成名的好机会呢。那你们成名之后还解散吗？你还真当真啊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主唱、鼓手都走了，剩我一个管杆司令，我也没办法呀。我们再上最后一场吧，就当做个告别。来，最后告别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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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味的双倍珍珠。听不见，手拿开。别总跟着我。美丽，我上次跟你说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什么事儿？就是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？不能。那你要怎么样才肯答应？怎么样我都不答应。别跟着啊，美丽。被动。是腿不能动还是身体不能动？美丽，这是行为艺术吗？美丽，我腿站麻了。你又一个人？室友他们出去过周末了，那我今晚可以住这儿了。那么久没来，看什么都很亲切啊。哼，
你最近都忙到没时间找我了哈，明明是你忙着谈恋爱吧。小灿灿，其实我，我好像喜欢上一个人，是唐心意吧？听说他最近在追你啊。我不知道该不该答应他。为什么？当初他把我认成陶雅婷，我那会儿出于虚荣心，就承认了。之后我很后悔的，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喜欢的是我还是陶雅婷。你说，他会不会搞错了？怎么可能？我们的美美丽这么可爱，少来了。不过啊，我觉得这事儿得自己去问他，一个人的眼神是骗不了人的。而且我觉得唐心意不会笨到连自己喜欢谁都不知道吧？说不定他就这么笨。何心意，你是最帅的。徐美丽，你就是个枕头，想得美，又不是我的徐美丽。片片，快来！来这儿做什么呀？看日落啊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情侣在一起一定要做的十件小事。据说，做完这些事的情侣都永远在一起了。你想做的，我都陪你去。你说的。嗯。天野，你还记得我们在海边看的日出吗？当然。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美的日出，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去看一次吧。好，我们还要一起去很多地方。有件事你必须答应我。什么？我们一定要在毕业的时候一起看周杰伦的演唱会。一言为定。我寝室，送你回去。我不要回去。我把你送回去，你又跟我回来，来回都三次了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我舍不得你。乖，听话。我不走。今天是周六，你们寝室应该没人吧？我想去你寝室。你又没办法进去。那可不一定。寝室啊？嗯。哪个床是你的？你猜猜。这个。对了。真的。盖住盖住，我到了，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。
哎呀，怎么了，赖爷？我听说啊，有人偷偷在使用大功率电器。那不是我们寝室。这么香啊！我是有哈喷的香水。少用化学品的东西，对身体不好的。我提醒他。垃圾该倒了。知道了，大爷。来，慢走。害怕你还看？网上说了，情侣一定要一起看一次恐怖片。你不是在吗？你在我就不害怕了。坐上来。趁现在还早，我先溜出去啊。好。不让你走。哎呦，灿灿，我是不是回来太早了？要不我再出去溜达会儿。行了，你玩一晚上游戏，你不累吗？你们两个居然趁我不在！你别乱说。我乱说什么了？我可没乱说。行了，别逗他了。你要想我不乱说也行，你得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帮我把徐美丽约出来。喂，小灿灿，我票已经拿到了，你什么时候过来？不是，我票都买了，你又放我鸽子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美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看电影啊，那个。哎，你票买了吗？多了一张。那我先吃爆米花吧。啊？爆米花。美丽，你今天有没有觉得我哪里不一样？哪里啊？他们说我穿这件外套。特别帅。你不是有一件一模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这件是你送的。哎，你看他的衣服跟你一模一样，哎。哎，还真是哎。不过他那是假的。你怎么知道是假的？那 logo 都打错了，这也太水了吧！哎，我们快走，电影要开场了。美丽，你觉得今天的电影？把外套脱了。为什么呀？起来。
你是不是傻呀？这是假的，你穿拖地往上拖了。够了！我不拖。这件衣服是你送我的，只要你送的我都喜欢。管它真的假的干嘛？顾客您好，13:20，疯狂的石头即将检票，请您到6号厅检票入场。顾客您好，13:20，疯狂的石头即将检票，请您到6号厅检票入场。真没想到，这辈子还有机会能参加香蕉音乐节。金逸，都说了第5遍了。听也说了，这次我们可以做 VIP 席，我给 Baby Jerry 乐队粉丝准备了服装道具，到时候你们的粉丝啊，一定是全场最显眼的。晚上我们商量一下。阿泽，那天我们有演出吗？有，不过我打算翘翘。加我一个。我觉得我得多去排练几遍，要不然对不起大家的热情。走。咱再把演出的曲目排练几遍吧。喂，陈哥。对对对。什么？我们的演出被取消了？喂，喂。取消了。这么大的音乐节，怎么说变就变啊？我找他们去。哎。这也太不靠谱了吧！这不欺负人吗？天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应该是我们的名额被别的队顶替了。那怎么办？你们都排练这么久了。没关系。其实，乐队参加演出不用太注重形式。既然要参加，不如在学校办一场属于你们乐队的音乐节。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，天野。那就办一场属于 Baby Java 的音乐节。好。那年我们迷路在熟悉的街头，热血沸腾，想改变世界，期许能完成美梦。后来我们。在哪儿找的乐队啊？那主唱还不错。这还是你们学校的，和你一样也是个风云人物，特别招女孩子喜欢。我说你也好久没回来了，一会儿上去表演一下怎么样？嗨，我就算了吧。我说大哥行，在我这儿你就别装谦虚了，就当给我这小酒吧捧个场。静静，下面插播一则广告。徐美丽，我有话对你说。说呀。徐美丽，我喜欢你。
唐心，看不出来你还挺浪漫的嘛。天涯，过来一下。人给你带来了，你们先聊着，我有事儿去忙一下。你好，我叫裴燕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学长好。你认识吗？刚刚那首歌是你自己写的吗？曲子不错，词也不错。谢谢学长。琴弹的也不错，不知道之后有没有继续做音乐的想法。我们公司最近正在招人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随时联系我。可是我过两天就要出国了，让学长失望了。学长，我朋友还在等我，先失陪了。好，就等你了。叫我来有什么东西要给我？打开看看。别动。交给你。以后他要代替我陪着你了。等我到了美国之后，我们一起去听 Beyond 的演唱会吧。我只听过他的 CD， 还没看过现场呢。去旧金山看那个音乐节，我看过他们的现场纪录片，特别有趣，还有很多有名的歌手和乐队在那儿。我等你，我们一起去。走了吗？他先走了，说不想麻烦我们。
静燕，到美国记得想我。想你，那灿灿怎么办？多保重。保重。我肚子饿了。你不是刚吃了吗？我肚子饿了，妈。先送完天野再去吃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们先回去吧，让灿灿送天野。天野，保重啊，我们先走了。拜拜，天野。拜拜。拜拜。你到美国之后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嗯，好。不知道那边的汉堡是不是比国内的好吃，我在网上看啊，说我们两国做汉堡的原材料都不一样。应该都差不多吧，我到时候试试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天野，其实我挺期待异地恋的，从谈恋爱之后我们天天都腻在一起，我烦都烦死了，对你都审美疲劳了。现在女生都需要自己的空间，我终于有时间自己一个人去上课去看电影了，还有啊，我终于有时间去找我朋友逛街吃饭了，你不知道他们都念死我了。这不挺好的吗？以后我的耳根子也清净了。蓝天野，去你的波士顿，去你的美国吧，你最好在美国永远都别回来了，回来我也不想看见你。你怎么生气了呀？我就是开个玩笑，我也舍不得你，不哭了，好不好？好好照顾自己，我在美国等你。走吧，快登机了。喂，天野。喂，灿灿，我到了。你怎么飞了那么久啊？嗯，十几个小时。才十几小时吗？我怎么感觉像飞了好几天？怎么样啊？你累不累？要不早点休息。有点累，大概是时差没有调过来，睡不着。难道不是因为想我想的吗？是。我也想你。你到宿舍了吗？宿舍怎么样？跟国内一样吗？不太一样，挺大的。我一个人住，待会儿给你拍照片。好，那你要记得想我。嗯，晚安。早安。真的是晚上。
你说的原来是这个呀？才不是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呢。当当当当，燕燕，希望以后每年的生日，不论你在哪儿，我都能陪你一起过。要是我有超能力，可以取到就好了。没事儿，等你以后回来了，我们一起再吃一个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天野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快许愿。你许了什么愿啊？我希望明年你可以陪着我，跟我一块儿过生日。我们什么也没有听见，都怪你。妹妹丽，你怎么来了？知道你今天要考试，专门来考你。来。感动吗？就知道你最好了。哇，他们都在看书哎，你准备怎么样？放心吧。哎，时间差不多，我先进去了。